把枪放下。怎么，你难道不顾手下的性命了？你错了，他现在是我的队长啊。他是骗你的，骗你的。你他妈休想骗我。喂，我说真话你不信呢？没办法了，少废话，把枪给我扔过来。你才少废话，你把枪扔过来才对啊。我让你别胡来啊，不要啊。黄风春，我本来可以一枪打死，但是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把枪放下，给我磕三个响头，我就放过你。老实给我磕呀，磕呀，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。队长，喂，我不是队长，你才是队长。哎呀，队长，我，你怎么把他打死了？啊，我，你把他打死了，龙头的案子就没法查了。是啊，你把他打死了，那线索就断了，龙头上哪查去？局长，队长是为了救我嘛，所以才……你这个饭桶就不该救你啊，死了算了。我，局长，不管怎么说。花风春还是立功了吧？你现在是文物侦缉队的队长，谢谢局长。小姐啊，我的啊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吗？我的天哪，哥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好看，好看，好像换了一个人呢。哥哥，这是个妖精头啊！什么？秦九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怎么说格格是妖精呢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大叔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太高兴了。我这辈子呀，第一次穿新衣服。我该早点找到你啊，厦门那么小，我居然找了20年呢。现在也不晚呢，亲人相见多好啊。老板啊，多做几件呢啊。我这店虽小啊，但我这招牌可不小，很多的名人都在我这儿做衣服。很多名人啊？吹牛吧？吹牛？你瞧那名单上一个都不少啊，你瞧瞧。大叔好奇嘛啊？谁不好奇啊？名人们都想见见，哈哈。我说你怎么撕我东西啊？婴儿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嘿，姑娘你等一下啊。我得凭着那个送货呀。钱慕庸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给我出来。谁在吵？吵什么吵啊你？钱慕庸的啊，你是谁？钱慕庸这三个字也是你叫的吗？大管家，忘了我吗？在天津的时候我住在你的家里。你这是贵人多忘事啊。你是秦九？对，打不死的秦九。救命啊，抓贼啊。那是道光年间的官窑，值不了几个钱的。
秦公公到底是识货之人。旁边那个宋朝龙泉窑的花瓶，你就舍不得砸。秦先生，别来无恙嘛。托福。十八年没见，秦公公依然身手不凡呢。哼，留着这把老骨头，好为秦先生收尸啊。好。秦公公忠字当头，不愧是条汉子。哼，秦九是个太监，不是什么汉子。不，公公忠字当头，义薄云天，愧杀天下多少男子汉呐。不知钱先生的心中可有一丝惭愧呀？惭愧？没有，一丝都没有。郑公公害死家父，我复仇是为了尽孝，问心无愧。你可认得这把匕首吗？这不是古董，这是格格刺杀邵云中的匕首。是吗？血债血还，天地公道。好，好一个公公啊。十八年血债一朝偿还，还连本带利，值得。那就来吧。好，姓钱的，你不愧为一条汉子。老爷，你们都出去。老爷，把门关上。难道钱先生不怕死吗？人哪有不怕死的？不过我知道，此刻我不会死。难道高桥浩的鬼魂会来救你？高桥浩算什么东西？日本人非我族类，就是下地狱也不会待在一起的。能救我的是国公的鬼魂。国公的鬼魂会把你给撕碎的。千九啊，你想想，国公是为什么死的？喜悦哥哥又是为什么死的？都是为了这龙头。那么今天龙头何在？龙头丢了，在清宫被盗了。龙头，你以为你能找到龙头吗？你以为我不行吗？那好啊，那你告诉我龙头在哪里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龙头现在日本人手中。日本人？他们马上要把它运到台湾去了。运到台湾？秦公公啊，这儿的文物局长、警察局长早就和文物走私集团有勾结，他们根本破不了案。现在能夺回龙头的只有你我二人了。那你我是联手合作夺回国宝，还是自相残杀，听任国宝外流？悉听尊便。哼，你这个奸诈的小人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信不信由你。厦门租界现在几乎成了东洋人的天下，龙头到了这里，等于进了龙潭虎穴。凭你公公一人之力，哼，休想夺回龙头。你只有与我合作，才能为中华保住国宝。花言巧语，你骗不了我。公公如果实在不相信我，好吧，那就动手吧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你敢？
愚忠之人有什么不敢做的呀？但是公公，逞一时之快，却让龙头被外族人抢走，那才是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忠。我死何足惜？但是九泉之下，公公有何面目去见国公与哥哥？好，夺回龙头，我必回来取你的首级。我随时恭候。你赔！赔什么？哎，刚才那个姑娘呢？姑娘，我还想问你，那姑娘上哪儿去了呢？衣服量好了没有啊？量个屁！我的布都被她偷走了。布？你们是一伙骗子啊！骗子！来，接着。给你的，来，玲玲姐，哪来的馒头啊？真好吃！哈哈，当了布料换来的。玲玲姐，是大叔给你的吧？什么大叔啊？明摆着是个骗子。骗子？是啊，上回不是来了个大叔吗？说是小梅的舅舅。哎，对，他还带着小梅去买新衣服呢。是啊，新衣服穿上了，结果呢？他是个骗子，把小梅啊卖到妓院了。哼，骗子真坏。今天这个骗子更高明。一开口说什么，说我是格格的女儿。他不知道这招我都用烂了。哎，他骗我，我也骗他呀。哼，看谁厉害。这不，咱这馒头就是白吃了。哦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哎，再吃。哎，给你。哎。接着，房子好大啊。哦，队长请坐，我去通告老爷。嗯。小心啊，小心啊。钱先生你好啊。你好，这只陶碗值1000块大洋啊。我1000块啊。给我，小心。哇，这只破碗值1000块啊。嗯，你坐。哦。那张椅子值1800。我1800，这么贵啊？你还是坐沙发吧。啊，请。我还以为沙发要比椅子贵啊。请。你不懂文物吧？你是什么队长来着？文物侦缉队的队长。文物大都是古董，
你不懂文物珍惜什么呀？哦，所以我特地向钱先生来请教。坐坐坐，坐啊。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呀？我是中央警校第二期毕业生啊。历史考多少分啊？历史啊，读得不好，不及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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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华队长啊。钱先生啊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叫我啊，我叫花逢春呢、啊、局里面都叫我小春的，你叫我小春就行啊。小春？哎。小春，嗯，别别别，我们谈的是公事，还是叫你花队长吧。哦，花队长，嗯，国宝龙头遗失，线索直指日本人。日本人呢？是啊，现在台湾让日本人给占了，厦门可是最好的通路啊。龙头会从厦门走啊？哦，嗯，所以说你责任重大啊。哎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龙头他长什么样子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啊。瞧。这就是龙头的图样。英姐姐，大叔还在等着你呢。我看他不像个骗子。你懂什么呀你？英姐姐，骗子那是这样骗人的。哥哥，你在天有灵。显灵啊，格格，真的是格格。对，你是镇国公的外孙女，喜悦格格的女儿。我不信。你看这个报纸啊，你的长相跟喜悦格格一模一样。报纸看不清楚，谁知道真的假的。有个音乐盒是不是？你说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以为这是你娘留下来给你的。我没娘。有，任何人都有娘，你的娘跟别人的娘一样啊。我没娘，我天生就没有娘。你走吧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走了啊。婴儿，平安夜，
声山夜黑暗中光华声照着声也照着声不是啊，我呀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九叔啊，哎呀，对不起呀、啊，还是没有你要的那种音乐盒、啊。老板，你看，哎，哎，哎呦，这，你真的找到了会奏平安夜的音乐盒？哎，是。哎呀，18年了，你真找到了。18年？什么18年呀？啊，九叔寻找这个音乐盒已经整整18年了。九叔，18年，值得，值得呀。18年，你真找我18年呀？哎。我看着他从一头黑发找到一头白发呀。老板呐、啊、你也跟我一样也是一头白发啦。哎呀，是啊。九叔。哎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婴儿会折杀奴才的。奴才？哎呀，千万使不得呀。九叔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认识他。你认识婴儿？嗯。他从我这儿偷走了一块怀表啊！哎哎哎哎哎！大叔啊，有多少钱我来出？哎呀，九叔啊，哪能要你的钱呢？过去多少年了，算了算了。哎，主子欠债，奴才还钱，应该的。什么？他是你的主子？是啊。哎哎，算了。啊，那谢谢大叔了。哎。来来来，快上快上啊，坐好了，上来上来上来，上来上来，哎，队长，不上可亏得紧啊，这龙头怎么找啊？抓紧了啊！哎呀，龙头嘛，周易带来的，顺着这条线索找就可以了，对不对啊？这周易让你给打死了，这线索就断了，咱们上阴间找去啊？阴间找啊？要不是救你啊，我会打死周易吗？那线索能断吗？哇！胖三啊，那个周易死了，会有同党啊？还有同党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，那个老头和那个姑娘啊，你忘了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对，那两个家伙身手可好了，你可千万得小心点啊，队长。只要找到他们呢，就知道那个龙头在哪里了呀。可是人海茫茫，咱们上哪儿去找？喂，你动动脑筋想一想啊，你脑子用来干什么的啊？哇！哎呀，队长，队长，你想吧。好啊，我想就我想啊，要你胖子干什么？闪开啊！不要打扰我思考。啊！自己想不出主意，就拿别人撒气。嗯？啊！队长！啊！队长！啊！队长！队长！啊！别叫！龙头，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。
鸟。抢劫呀！抢劫！抢劫！给我站住！你们都站住！站住！哎呀，小心孩子！哎呀！哎呀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嘿，干得好！各位，请多捧场。哎，客气客气客气。哎，姑娘，歇会儿啊！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好，那哎，好啊！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喏，这下呢，我们可是联手了啊！哎哎，花队长，你放了我吧，我再也不骗人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那你告诉我龙头在哪里，我想一想，也许会放了你啊。龙头？啊？哦，你想看龙头是不是？我带你去。哎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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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，以我多年的经验呢，那个老头一定还会出现的。你要在这里埋伏啊！啊，走啊！呸！我。小伙，九叔，看见你英姐姐了没有？英姐姐啊，没看见。哎，跑到哪儿去了？嗯，九叔，要不要我去找英姐姐？不用了，你吃饭吧，我自己找。小伙啊，你这碗从哪儿来的？那边。那边？那边有一堆货，好多这玩意儿。喂喂喂，慢慢慢慢慢慢，谁是犯人呢？啊？慢点就看不见龙头了。什么？龙头？啊？龙头在这里交易啊？今儿庙会人多嘛。哎呀。人多，人多好掩护啊！对，日本人很狡猾的。哎，好，哎，好日子啊！喂，你们接头暗号是什么？暗号？天后娘娘。天后？天后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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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后娘娘。哇，你有这么多同党啊！哎，龙头来了！啊！哎呦！哎，这叫什么龙头啊？这不是龙头，是猪头啊！嗯，玩我啊！哼，我看你啊，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队长，你要看龙头，我带你来看了。你怎么翻脸不认了？不够意思！不见棺材你不落泪呀、啊！跟我回警局。哎，警察说话不算话。小春，老邓啊！老邓，哎，姑娘。儿子，有朋友也不告诉老爸。哎，老爸，你不要乱想啊，他不是那个。嘿，都来逛庙会了，你还瞒着我不成啊？哎呀，你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儿媳妇啊！我在办公务啊，这个女孩子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呐、啊。管的是什么呢？这妹仔正，老都喜欢。哎呀，好了，没时间跟你解释啊，走了。哎，阿伯好。好。喂，你别跟着凑热闹啊！哎，小春，快走。哎，小春，哎，小春呐、啊。小春，哎呀，自己的老豆，你还害什么羞啊？我懒得跟你讲啊，我要回警局去啊。
春哥，我们到你家去玩好不好、啊、哎呀，去我们家玩什么？回警局玩啊。好好好，我家就在前头，两步就到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老豆。阿伯，我早就想看您来了，可春哥害羞，不好意思带我回家。哎，这小子是没出息。姑娘，你叫？我叫婴儿。婴儿，哦，这名字好，一听就帅。不行啊，老爸。不行啊，你给我闭嘴。还不趁热打铁，要打一辈子光棍啊？不行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头啊？啊，龙头。可他说这是猪头。他才是猪头的。哎呀，老爸啊！就在这里？对，就在这里。家伙，这可是宝贝呀、啊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是吗？宝贝，我再拿一个啊！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、啊。这是不是值很多钱啊？小胡啊，这可是老祖宗的东西啊，一件也不能卖啊，知道吗？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哇，好香啊！又用手拿。他用手拿，人家婴儿的手干净，快吃快吃啊！谢谢阿伯。老豆啊，你总这样啊？阿伯，真好吃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哎，我是广东人，这是广东点心，吃得惯吗？嗯，我从来就没吃过。春哥，你也不早点带我回家。你不要太过分啊。哎，婴儿，我会做几十种点心，以后天天来家吃，包你吃不厌啊。好啊好啊，春哥、听见没有？好啊好啊、要赶时间，你快点吃啊。婴儿，这么快就要走啊？你吃饱了没有？没吃饱。就是嘛，人家姑娘还没有吃饱，你就急着要走，你怎么这么对人家姑娘？哎呀，老爸呀，我有公务要赶时间的嘛。什么公务？把这一屉包子吃完了，这就是公务。不是吧？全吃完啊？行，我能吃光。喂，你是饿虎下山啊？你几天没吃饭了？你说对了，我上一顿是前天吃的。不会吧？你懂什么？人家婴儿姑娘懂事，是给我面子啊！吃吧吃吧吃吧啊，快吃啊！猪啊！小虎，快去告诉九叔，有人来了。好。你好，请。九叔，来人了！来人了！哦，请您过目。嗯，这都是真货，请您好好看一看。嗯，请。这真是货真价实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们两家好汉，干什么？我让你们好好的。八哥。你吃饱了没有啊，猪姑娘？我不姓猪。哦，我还真忘了问你姓什么了。我没爹没娘，姓什么随便。哎，那你就姓花吧。哎，我们爷儿俩在厦门无亲无故的。哎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哎，阿伯，我替你捶背。啊，好啊，好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
这儿媳妇捶背啊，就是不一样啊。阿伯，以前春哥从来没替你捶过背啊。他捶背像敲鼓似的，哪有你的手势好啊。阿伯，以后我天天给你捶背啊。真的？哎，小春，你给我来一下。来来来啊。喂，阿伯他真好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在我老爸面前装出一副儿媳妇的样子。哎，我是为了逗阿伯开心，你不谢谢我还骂我，呸。哼，你不老实一点啊，我就不客气啊。小春啊。哎，来了。哎，阿伯叫你一个人，你解开手铐我就不用去了。哼，想得好啊，你个猪头。哎，老爸。哎，小春啊，我是有话要跟你一个人说，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？阿伯，春哥不放心我，到哪都要带着我。那你们两个这也好，好，好。春哥不放心我吗？你们俩……哎呀，老豆啊，你有什么事快说，我真的有公务啊。那哦，金的。喂，老豆啊，你干什么？这东西啊，我准备了好多年了。值钱呢，我看看。你有啥作案呢？哎，婴儿又不是外人。哎，婴儿，给。哎，小春，你老妈去世早，我这一个人呢，那是又当爹又当娘，把你拉扯到现在，老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。哎呀，他不是你想的那个人呐，你快收起来吧。哎，行行行，来。哎，戴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戴上！哎呀，哎，阿伯，你来真的？啊，婴儿，这真的是你的了。这不行，春哥。好，我给他戴上，好吧？哎，不行。喏，婴儿，你这……阿伯，你看，戴手铐的手能戴戒指吗？小春，你……我……哎呦！哎，老豆，阿伯，你们简直吃了豹子胆了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？尚未请教。我是文物局长的秘书。你们绑架政府官员，找死啊！文物局长的秘书，走私中国文物，罪加一等。对，罪加一等，罪加一等。什么走私啊？这批货是合法出境的。合法出境，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就不能卖给洋人？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这里有文件的。看清楚了，局长的大印在上面，别吓坏了。哼，局长这份文件上面说，批准一批文物仿制品出口。这批货就是仿制品，你懂不懂？不懂就别在这瞎扯，回去多学学。小胡，嗯，撒谎怎么办？灌海水。对，灌海水。哎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呀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嘛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我是从宫里出来的，是真货是假货，我一眼就能看清楚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碗是多尔衮油调制出来的，它要是仿制品，哪能有这样的手艺？这分明就是雍正晚期的货。你，小胡，海水伺候。来了。我，这可是局长的货。这什么？不可能！真的，这都是局长的私货，我只是奉命行事啊。局长。喂，究竟先生，哈哈，我那批货怎么样了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只要货在码头上就好。你放心，黄凤春，
局长，怎么了？华风吹呢？队长执行公务去了。怎么了，局长？太古码头有批货，被歹徒强行扣押。啊！叫花风春马上去处理。是，记住，一定要准时装船。您放心，跟我走。老豆啊，老豆，阿伯，老豆啊，阿伯，都是你啊，谁让你两手手铐的，把我老爸气死。是你让我不要装你媳妇的，如果不亮手铐，我戒指就戴在我手上了。那戴一会儿戒指也无所谓啊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老爸成这样了。那小春，我在这儿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这水贼，这么好的姑娘能是坏人吗？你抓错人了，你真是气死我呀！我没有抓他呀，你看错了。手铐，我全都看见了，你别再骗我了，你。老豆啊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嘛，我们好了半年了，感情很好，也很稳定，永不分离。你说什么都没用了，还是让婴儿跟我说吧。好啊，我叫他，婴儿。婴儿，哎呀，麻烦你了，你现在进去啊，跟我老豆说啊，你别再气他了，否则我就……你看这个会气着阿伯的。哎呀，哎，说好了啊，我搞定阿伯，你就放了我。你想得好啊！你不放是不是？哼，那就算了。喂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啊好。婴儿，你在哪儿呢？快去啊，给我敬个礼。你给我敬个礼，你快去啊，敬你个头啊。哼，婴儿。阿伯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婴儿，我们小春对你，哎呀，这个衰仔呀。阿伯，对不起，我这个人呢爱开玩笑，哪晓得把你老人家吓着了，都怪我。哦，你们俩是真？好了半年了，感情稳定，心心相印。哦，永不分离。永不分离。小春，快扶我起来。那，哎，我没骗你吧，老豆？去。你干嘛打我？